今世恨意，微香真迹，后世转聚，至诚大愿。这一世的亲人，下世有时候都会变成仇家。有时候我下世不恼，我恨得牙痒痒。你神通的一关，实际上前世就是亲人。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我今与汝世间之事，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生老病死，愚痴梦中所发生，常乐我净，般若智心本常净。我们也以此作为对佛陀，本是释迦佛陀的供养，对大智文殊菩萨的供养，对普贤菩萨的供养，对西方接引导师阿弥陀佛的供养。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家事，中外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疾，有无相通，无得贪惜，颜色常和，莫相违利，或使心争，有所退怒，今世恨意，微相憎疾，后世转聚，至诚大愿。所以者何？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及时因其相迫，然含毒蓄怒，结愤精神，自然克时，不得相离，皆当对生，更相报复。佛陀就看到更深的因果，这一辈子是父子关系，但是经常在一起啊，有时候颜色啊不顺啊，爸爸有时候发脾气啊，教训孩子啊。请问老爸打儿子，儿子会不会记恨？会记恨的。我跟你说，老儿子就说等我大了我打你啊。我跟你说，虽然大了他没有报复你，但是他那个，请问那个种子有没有种在八十田里？等他下辈他做你爸的时候要不要打你？所以这一世的亲人，下世有时候都会变成仇家。有时候我下世不恼，我恨得牙痒痒。你神通的一关，实际上前世就是亲人。这一世的夫妻也是这样的。有一个这个采访节目，就问那个夫妻说：“你如果下世再遇到你老公，你还愿意嫁给他吗？”哎，那个采访里面很多人都是这样。其中一个我记得，我找没人的地方，我拿砖头给他拍死了。这世间的夫妻，这么多少事，多少次吵架，多少次都想杀掉对方啊，你知道？那请问这个会不会种在八十田里啊？真的种在八十田里啊？以后在生命运会当中就会变成仇家，所以就冤和亲是相互角色会转变的，爱和恨就潜移默化的。所以佛陀在这里面就关照我们，当心啊，当心啊，护念啊，护念啊。不要落到八十田里去啊，落到八十田里就更相仇报啊，就是这么因果报应就这么来的呀。所以这个更不是世间的人能看得到的。前面那个就是描写的就真实的情况。佛陀在3000多年前讲的，我们现在一模一样。娑婆世界就是这样。那这一段就是交代我们啊，交代我们怎么自我保护。你先不要陷在这个陷阱里，你陷在陷阱里自己做了恶业，自己要偿报的嘛。那自己偿报，请问冤冤相报，你什么时候得解脱能学佛法啊？你什么时候得暇满人生啊？对不对？你没有暇满人生你怎么学习啊？你怎么学佛啊？你学佛，你的冤家债主就会把你拉回去的。有的人要出家，我就看得到有的人出家，然后他家的冤亲债主就说了，你出家除非我死给你看，你出家，本来挺好的，关系挺好的，他要学佛了，他就不干了，就变成天下最大的仇人一样，就是不让你学佛，就是你最爱的人、最亲的人，我这样子横加阻碍，那你说你这个很痛心的，你想学佛没机会啊。哎，这个就是什么？你过去就是过去就种的这个因啊，那请问这个现在还敢不敢种了？
那过去种的现在要不要忏悔啊？忏悔啊。所以这个佛陀这里就又给我们在这里面很奇妙，这个推一样又把我们从这个五浊恶世里开始往我们遮止我们的恶业，遮止我们的恶缘，然后又把我们扭转到佛道上来，想尽办法要把我们救度到极乐世界这条路上来，对不对呀？但是请问释迦牟尼佛来五浊恶世干这个事容易不容易啊？所以当释迦牟尼佛往昔发这个愿要来五浊恶世人寿百岁的时候来成佛，阿弥陀佛听到泪水都哗哗的流下来啊！阿弥陀佛都说，我是在净土而成佛，竟然你去五浊恶世去成佛，在众生连善都不知道，连佛的名号都不知道的地方你去成佛，你成佛都没人认识你啊！你教化众生没人听你的呀，这个工作这么难做呀。佛陀来到我们娑婆世界要传播真理容不容易啊？要教化众生容不容易啊？反对他的人多不多啊？他要讲真理，请问偏见会不会固执？既得利益会不会反抗？从三千年前是这样，到今天也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珍惜今天跟佛的缘，珍惜我们听到的法，珍惜坚定自己的信念。我们修行也会遇到障碍，但是我们要把佛的教化秘密的隐藏在我们的心灵深处，也不要因为我们的信仰去扰乱别人，知道吗？愚昧的人，有偏见的人，会因为你的信仰触怒于他，你本来没有得罪他，但是因为知见不一样，行为准则不一样，他会嫉妒你，甚至恨你。虽然这些不一样，但是我们不愿为他们为敌，我们也不愿意因为我们的信仰而伤害到别人。在不适合的时候，我们应当把自己的信仰隐藏起来。这个也是护念佛教啊，保护佛教，也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众生啊。这个五浊恶世啊，佛来都现，菩萨来都现凡夫身啊。啊，所以我们修习佛法的人呢，我们要会护念这个世界，护念这个众生啊，不要让他们，你学佛还没成道呢，你还没有极生成佛呢，他因为你学佛他极生下地狱了，因为你的缘故他造了谤法的因缘，谤法会下无间地狱的呀。特别你在家里，你一个人学佛，你的父母兄弟姐妹都不理解，看到你就诽谤佛教，看到你就骂出家人，出家人都是骗子啊。然后那个社会上传的视频也多啊，也是很多的出家人的负面的，那有的不是出家人，不是真实的，但是不是真实的他也不管的，只要能够他只要能刺激到你的信仰，他就把这些视频编辑啊传播。诽谤三宝的视频传播的速度，传播的面积之大，是超越我们想象的。像我们这个你看是法会那么精心的编，我们的摄影，我们的后期制作，每天都半夜三更的都在编啊。你们看到的那个新闻，你知道多少文字图画视频要多少的力量啊，但是这样的片子你看点击率多少，那个世间的那些假丑恶的那些诽谤三宝的一下传播力，一天就是几十万几百万，遍布各个角落，真正的三宝形象，真正的三宝功德没有人传，你就知道这个众生的刚强到什么地步。所以我们珍惜今天跟佛的缘，珍惜我们听到的法，珍惜坚定自己的信念。阿弥陀佛都说，假使这个世界满中大火，我们都要有一个思想准备，要有怎样的修行的勇气。
这次我们在法会期间啊，文殊菩萨大慈大悲，加持着我们每一个众生，有形无形，所有这次法会，文殊菩萨的很奇特的啊，在五台山呢，现云现光，扫除二障云，乃至消除生死云。所以这次你看，天上蔚蓝的、澄清的，文殊菩萨的智慧啊，就赤裸明空的智慧啊。所以住在五台山，确实对于我们在南方习惯的来说啊，在这里温差这么大，每天超过15度的温差，又很干，但是就更加的提醒我们为什么住在这里。所以每天就精勤的祈祷大智文殊菩萨的加持。所以我们这次法会也是环境，寺院还正在建设啊，环境还不整洁啊，不平坦，条件还艰苦，大家赶到这里就是愈发的显出我们的虔诚，我们对法的这种啊敬仰。所以啊，我这边也有给大家供养法会，最主要是代替我们法会的所有的弟子们，也是赞叹赞美我们文殊菩萨。在法会前呢，我这里先做一个赞供，我们所有的佛弟子啊，都想见到大智文殊菩萨的面，想得到菩萨的加持，我们得开智慧。所以就这样一个祈祷赞供，任谁与圣文殊赞供起加倍，或求大士清净面容与智慧，情诵世尊宝典思维所说意，大善知识开示欲说诸情境，乃至律师受戒誓言蒙语心，或者发起真实罪过忏悔意，习于自善随喜他人善事业，根尘实境不惑出具观照力，生老病死愚痴梦中所发生，常乐我净般若智心本常净，不假文字推理逻辑诸思义，三乘八中皆是佛主悲智业，能涅名相诸言亦是菩萨面，即以诸法实相皆显金色界，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这次我们在一起啊学习《佛说无量寿经》啊，在这个世界，我们是娑婆世界啊，第二金刚座啊，也犹如灵鹫山一样的圣地，贤劫千佛去加持的圣地。我们在这里学习佛所说的、亲口所宣说的经典，介绍的极乐世界的一阵庄严。每天我们分分秒秒都灭无量罪业，分分秒秒值无量福德，分分秒秒开发我们的不思议的智慧。所以我们也以此作为对佛陀本师释迦佛陀的供养，对大智文殊菩萨的供养，对普贤菩萨的供养，对西方啊接引导师阿弥陀佛的供养，对大悲观世音菩萨的供养，对无边光炽身大势至菩萨的供养，我们这个啊，就是也是一种法的供养。
人在世间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当行志去苦乐之地，身自当知，无有待者，善恶变化，殃福益处，素于言奈，当独去入，远到他所，莫能见者，善恶自然，追行所生，遥遥冥冥，别离久长，道路不同，会见无期，甚难甚难，今得相知，何不弃重视，各欲强健时，努力力修善，精进愿度世，可得极长生，如何不求道，安所须待，欲何乐乎？如是世人，不信作善得善，为道得道，不信人死更生，会师得福，善恶之事都不信之，未知不然，终无有事，但作此故，且自见之，更相沾视，先后同然，转相承受，赋于教令，先人祖父，素不为善，不识道德，身于神案，心色异弊，此生之去，善恶之道，自不能见，无有余者，吉凶祸福，尽各作之，无疑怪也，生死常道，专相似利，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颠倒上下，无常根本，皆当过去，不可长保，教育开导，信之者少，是以生死流转，无有休止，如此之人，蒙名彼突，不信经法，心无远虑，各欲快意，痴或爱欲，不达于道德，迷惑于嗔怒，贪狼于财色，坐之不得道，当更恶去苦，生死无穷矣，哀哉甚可伤，或使世家父子兄弟夫妇一死一生，更相哀悯，恩爱思慕，忧念结腹，心意痛着，别相顾念，穷日足岁，无有节矣，教育道德，心不开明，思想恩好，不离情欲，昏蒙暗色，愚惑所缚，不能深思熟计，心自端正，专精行道，决断世事，辨玄至尽，年寿终尽，不能得道，无可奈何，总为愧扰，皆贪爱欲，获道者众，悟之者少，世间匆匆，无可了赖，尊卑上下，贫富贵贱，勤苦聪悟，各怀杀毒，恶气有名，唯望心事，违逆天地，不从人心，自然非恶，先随与之，自听所为，善其罪极，其寿未终尽，便顿夺之，下入恶道，累世勤苦，辗转其中，数千亿劫，无有出期，痛不可言，甚可哀悯。佛号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我今与汝世间之事，忍用世故，作不得道，当熟思计，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
无可乐者，遇佛在世，当勤精进，其有志愿生安乐国者，格得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倘有疑义不解经者，可具问佛，当为说之。阿弥陀佛。啊，这一段啊，句句啊都是啊，前面描述极乐世界，描述诸佛菩萨，我们不是我们的境界啊，读了是梦里啊，云里雾里啊，开飞机，这个是句句落地啊，特别有地气啊，这个我们太熟悉了，熟悉到我们都不知啊，因为什么呢？只缘身在此山中啊，所以佛陀比我们了解我们自己，佛陀比我们了解这个世界，佛陀不仅仅了解当时的印度，也了解我们现在的时代乃至未来人间就要发生的事情。经文在开头的部分呢，普贤菩萨、文殊菩萨，然后就弥勒菩萨，代表贤解一切菩萨的，这边弥勒菩萨啊，这个世尊就再对着弥勒菩萨说了，这个时候等于是就交代啊，交代把这个法啊，等于是交代给弥勒菩萨一样。所以净土法门呢、啊，啊，这个等于法权啊，也是传承给他，不仅仅是袈裟啊，传给他，给他受记。实际上，对于这个人世间的法，这个三界的法也传给他了。在中国啊，我们各个地方，你只要记得起来的大佛，那个大佛都是弥勒菩萨，都是弥勒佛。四川的乐山大佛啊，包括我出家的大佛寺啊，弥勒菩萨他成佛的时候啊，人寿84000岁，人的身高本身就很高，然后弥勒菩萨就弥勒佛的身高就更高，非常高大。所以佛陀本是释迦牟尼佛已经属于高富帅了，他是身高3米，释迦佛陀3米，他披的那个袈裟要多大，但是刚才镜头里你看他接过来两个手都扶不住，两个手指都扶不住到弥勒佛的手里，所以他举起来给大家看，那在那个五浊黑暗的时代，释迦牟尼佛以大勇猛心500大愿去度化那些刚强难度的众生，这样子赞叹的时候，弥勒佛也流下眼泪啊，赞叹释迦牟尼佛啊。所以今天法会呢也很奇特，今天法会最后他们也感送到了啊，这尊就是弥勒佛在弥勒菩萨在兜率内院的这张图啊，这尊佛像。那这尊呢，也是我这里面供了好几尊，这尊盘腿加趺坐的，也是在兜率内院的啊。还有一个，这个还有一尊，这边一尊，你看我手指过来的这边一尊就是弥勒菩萨成佛的像啊，成佛的像，它的标志就是有一个湖，有一个那个甘露湖啊，是那样。然后我前面的有佛龛的那尊呢，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第一尊像，旃檀香佛啊，这我从印度，从啊是我们释迦族的族人呐、啊、后裔做的，然后啊前供在前面的，接家父尊那个就是弥勒菩萨成道的像，成佛的像，弥勒佛成，啊我出家的寺院大佛寺也是弥勒菩萨显现的成佛的像，弥勒佛像，啊非常的高大，由道宣律师的前身深佑律师制作于梁武帝时代。已经超过1500年了，我就是在那里剃头，在那里闭净土观，在那里修行了6年。智者大师也是在这尊像前入涅槃的，所以他就提到就是弘扬佛陀的释迦佛的教法，然后啊一直承接到啊弥勒佛的时代。我们很多出家人都会发这个愿，就像这个佛陀交代。遗嘱交代给地藏菩萨一样，从释迦入灭到弥勒佛成道，应当主持做明阳教主，弘宣佛法。所以地藏菩萨一般都显得是出家人的形象，所以很多出家人都会发这个愿。所以
所以像玄奘大师他也是，他最后也是求生都在内院，但是他发的就是远照世家，把佛陀的教法在弘扬在这个世间，招拢佛种。一个人要有一种，我们现在讲格局啊，实际上就是一个雄大的一种心愿，关系到这个人类，关系到四生九有的众生的苦乐的。法王尊超众生，普为一切天人之师，随心所愿皆令得道。佛陀这殷勤付嘱啊，因为这个法教的重担将要落在弥勒菩萨的肩上。请问弥勒佛成道的时候，他要不要说净土法门？要不要赞叹极乐世界？要不要劝大家都往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面前去？也要的。Yeah.